这个老头可真尿性，一把年纪了还能泡到美女，羡慕死了这个年轻人。他心想，这不就是自己梦寐以求的生活吗？等红灯时，那小眼神不受控制的看向美女，哪成想美女竟然给他一个微笑。他又想，我要是那个老头可多好。就在俩人你情我意时，被老头发现了。作为一个男人，这事儿绝对不能忍。老头直接拔掉钥匙，凶狠的走向年轻人。年轻人被吓得瑟瑟发抖，结果老头对他一个微笑。喜欢美女吗？来，车都给你了。年轻人一脸懵，这是怎个事儿？然后犹犹豫豫还是上了车，见美女也没啥反应，一脚油门就干了出去。老头坐到他的小破车上，露出了邪恶的笑容。年轻人开心的都要蹦起来了，这不走向人生巅峰了吗？啊，真是嘎嘎一嘎死啊！他发现美女在不停的看他，于是就越来越大胆，随后就把手放到了美女的大白腿上。美女没有任何反抗，还给他一个微笑。可下一秒，年轻人的手直接变成了80岁，再一照镜子，容貌也变成了80岁。原来这个美女是专门惩罚那些大色狼的，她要让色狼们直接走个捷径，变成有心也无力。所以奉劝男人们，在外面一定要老实点，不要见到美女就心花怒放，就算占到点便宜，也会让你得不偿失，然后后悔莫及。